王牌经纪人陈振川川哥也可以说是前后推手，目前是张惠妹、林忆莲的经纪人，也曾为蔡依林、罗志祥、SHE 等歌坛天王天后担任演唱会制作人，在圈内可是相当有影响力。上个月母亲病逝，四号一大早在台北举行告别式，不仅超多大咖亲友送上花篮，还特别抽空前来悼念。好久没合体的 SHE 也难得同框，为川哥妈妈送最后一程。而阿妹张惠妹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前来，由安娜代替阿姨出席。妹姐也在第一时间向川哥致意。萧亚轩也因为目前身体状况还没完全恢复，已私下向川哥致哀。不少艺人都放下手边的事，特别前来，也看出大家对川哥的爱，都希望川哥妈妈能一路好走。